最后是挥挥勇壮死去，在水中王世贵淡水里啊，一生不做歹代志，我是伫咧卖地为生，厝边头尾也是亲情五十，倒一个人伫过好势，生活若啥物问题，我从来不一概讲我无爱钱少人，也是讲袂当去甲你斗三工，也天来这里无公平，为着要送货过去对面客户啦，我呢七件八件。十条加大，跳落去进水路里面，迄个水烧烫烫，跌落去无来爬袂起来，爸爸都淹死痛死，连我家己故乡都无法度倒转去，一个阴魂，在这个世间上飘来飞去，唉，想到尾后。阎王天主赐我一支法，叫我讲着爱去抓高地。只要这个牌我若送出去，予迄人接过手，安尼我着交换成功，我得阁轮回转世。天啊，恁着公平公平，我紧找着人选，把我这阴鬼甲送予我啦，我继续轮回来去人生。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，去天就是那去走啊！